嘿嘿，欢迎收看3月31号的快男每日捞。在过去的24小时里，快男的舞台上又上演了哪些精彩呢？先来看看青岛唱区，这位讲话自带 hip hop 的重庆小哥，唱跳俱佳，居然轻松俘获苏妙玲 get 了 pass 卡。把身体放松，把脑袋放空，哎，就抓住我的感觉 ，baby show me a way。这边苏妙玲被帅哭，而那边南宁赛区的塔丽娜则是被萌哭了，又吃饭 TFBOYS 个个鲜嫩滴水，只不过年纪不够，还是过2年再来参赛吧。等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，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，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成长的烦恼算什么。地面唱区的明星脸只有这么多吗？你就too young too simple了。这不，上届快男总冠军花花的翻版也来到了丽娜领衔的厦门站。失去或拥有都由不得我，抖着双手拼命握紧爱，却徒劳无功。看了这么多，最让姥姥觉得惊艳的，但是一对外国兄弟，他们的 baby 简直是开口跪呀。看了这么多，屏幕外的你是不是摩拳擦掌、跃跃欲试、按捺不住了呢？3月31号下午1点，特搜队员王乔、饶威、居来和集结已经在武汉、南宁、青岛和厦门为大家搜罗快乐男生们，网友宝宝们一定要记得守候直播哦！某个老喜欢，有梦想的你，不要再颓废，抓紧时间绽放自己的青春吧！报道。